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SNH48 Team H2 头号新闻公演。在观看演出的同时，请注意以下事项：一，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，凭票依次入场，对号入座；二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、标语、旗帜、条幅等，或超过50×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，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。三，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、摄像、录音等行为，请将您的手机等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。四，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，场内严禁吸烟、踩踏座椅，不得翻越隔离措施。在观看演出期间，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。五，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，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，并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。以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前来观看 SH48 Team H2 头号新闻公演。在观看演出的同时，请注意以下事项：一，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，凭票依次入场，对号入座；二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、标语、旗帜、条幅等超过50×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，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。三，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、摄像、录音等行为，请将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。四，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，场内严禁吸烟、踩踏座椅，不得翻越隔离措施。在观看演出期间，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。五，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，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，并有权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。以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耐心等待。我是 SH48 Team H2 的李佳恩。
You can't catch me. You don't know who I am.
好，我们是 SNH48H2。那我们今天 MC 话题就是你最近的一次购物经历。对，那就先从 Mio 开始吧。Mio 来。我是 SNH48 Team Match 两位姐姐，再来看我们今天的公演。耶！然后呢，购物经历，我最近好像没有买什么特别的东西。真的吗？是吗？啊，有吗？没有，你继续说。最近是要多近？我最近是没有买什么，像我这么勤俭之家，然后我花钱花这么少，从来不买，就是从来买的东西就是那种必须得要的，非常实用的。好，就是这样的，谢谢。耶、yeah ！用温暖笑容治愈你的心，用两米长腿跑进你的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H 的张欣，谢谢大家看我们的公演。耶、yeah ！加油！加油！谢谢，谢谢。张欣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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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近购物的经历吗？其实最近也没购什么，就是买了一些基本用品吧。因为就是我们房间许昂玉卓，他基本就是用完什么东西之后就不了了之，他也不知道，一般都是由我来采买，就是各种就是家居用品。对，然后买完之后跟他说许昂玉卓多少钱，打钱给我就好了。没有，纸巾都是我买的，我最喜欢买纸巾了。哦，对，许昂玉卓喜欢买的是纸巾，就是一买就是买那种一箱两箱，然后买很多回来就堆在那儿。但是我们纸巾也用得很快，对，我们房间最大的消耗品就纸巾嘛，因为就是人家房间两个人，我们房间三个人，对。就是、因为我们房间高质量，其他房间我们房间不止三个人，房间不止三个人，我们房间大概最高客流量七个人吧，数以万计，客流量，对，就是哎这两个啊，那他们都往我们房间跑，对，就用过的东西啊也不那个，就我而且我最近买了一个新的那个就是遮瑕的嘛，然后很可贵了，200块钱只有8毫升，今天袁一琦一挤挤一堆出来，我说你赔我8毫升。感觉像不用钱一样，25块。你好抠哦，1毫升。他出了名的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对对对对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大家。Yeah. Yeah.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H 的云奇，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。耶、yeah. yeah.。好，谢谢。然后说到最近有买什么，其实最近也没买什么，是吧？就比较穷，然后呢也就没有买东西，但是会买一些比较便宜的那些某宝上面淘一些爆款衣服，要是想知道的话可以去我的同款博看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H2， 掌声一下家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我半个月没有回来了嘛，今天回来剧场吓一跳，就剧的位置都升级了，太恐怖。还有后面那个后台也升级了。哪升级啊？坐他好几个了。那很正常嘛。然后就是。怎么说呢，我有句话啊，就是这个剧场再变，我们战区聚集的脸也不会变啊，我只想说这句话。哎，我今天下面赌，我这么久没上公演，今天这场公演一定有他，然后就真的有他，是一种缘分，是一种缘分。哎，不是蒋仁平，
杨平，我告诉你，前几场他都没来，你今天来才来的。缘分，对对对。然后，对对对。然后，最近买了一个东西的话，应该是那个蓝牙耳机。对，蓝牙耳机，我跟你讲。是，其实我妈一开始不允许我买这副耳机，因为实体店太贵了。然后我就说，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，然后我就在网上看了一看，网上看真的便宜，400多块钱，本来就是实体店1000多块钱的，网上400多块钱。然后我就很开心，我就问那个实体店那个客服，我就说，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可能是二手的吧，或者是出口商啊不一样啥的。然后那个客服回的也很快，他说啊我们是假货。然后他很诚实的。对，这很实在。然后我是准备买的，因为很难遇到这种诚实的。然后后来我妈昨天给我发条微信，她说，给我买了真货，给我买了。然后我问她，哎，为什么？然后她说，所以你要送我的那副就是假的。谁要送你了？我以为你从外面旅游是吧？给我带了个礼物回来，结果你把你买了，给你带了，对啊，就是有点便宜的东西，但是不是什么啊？然后我就问我妈。为什么要给我买这个？这个故事要讲完了，就为什么要给我买这个东西？然后他说，因为他看到我微博粉丝10万了已经，然后我没敢告诉他有一半是假的，但是一半只是一半，确定只有一半是假的吗？是有一半，就是有人关注我，但不一定喜欢我，但是就我真正的粉丝大概25个，我算了一下，那天我握手会的时候罗列一下，大概25个。然后我就很感动。然后我妈昨天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，说给你们听，就她拿我和费玄比较，因为年纪比很像。然后她说，每次费玄上公演，带着他微博粉丝108万的期待；蒋诗婷每次上公演，带着他10万粉丝取关的压力上公演。哦，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好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H2 的王毅，谢谢大家在今天晚上来看我们公演，耶！谢谢王毅，谢谢王毅，谢谢消息，谢谢王毅，谢谢第一妹妹今日子幸运成功打卡第一，谢谢王毅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对，谢谢。然后我什么什么，今天什么话题来着？你最近的购物经历。购物经历，就我最近我都不怎么出去，因为我是比较宅的人，我平时没有事情，我就喜欢就是逛逛淘宝，然后躺在房间里，然后就也不怎么那个。像我每个月工资发下来，我就是买猫粮，然后买了猫粮之后，基本就大部分工资就没有了。然后平时就是一个月在房间里就经常点外卖，动不动就点外卖，所以我的外卖基本都是被我吃掉的，所以已经没有什么闲钱去买其他的东西了。就这样，谢谢。耶！我们要请下一组小伙伴去吧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沈文瑶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公演。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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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戚雨竹琪琪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。耶！好，知道了，谢谢。金猪，我还是你的猪。谢谢。谢谢。最近花钱，说老实话，想挺久的都想不出来到底买啥了，然后就去翻了一下购物记录。最近是给我妈妈买了个洗脚的，对，就是最近，好孝顺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谢谢，就是这样，谢谢。耶！加恩贝的油给你，加恩贝的油给。加恩，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李佳恩，感谢大家来看头号新闻的公演，谢谢。耶！李佳恩，谢谢。李佳恩，谢谢。李佳恩，谢谢。李佳恩，谢谢，谢谢。李佳恩，谢谢。谢谢。哎，其实说到购物经历，我昨天才出了门一趟，然后去了一趟超市吧。我觉得去超市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你的手放在那个米和那个豆子里面。哇塞，真的感觉就一定要趁着大家都不在，就是趁那些阿姨叔叔们都不在，然后你悄悄看没有人的地方，赶紧把手伸进去，然后再拿出来，然后赶紧走掉。然后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嘛。然后我昨天还去配了一副新的眼镜，因为我之前有贪图便宜，200块钱买了一副眼镜，戴上之后不出3个月，我的度数又涨了50。我这次就很难过，我想我一定要花个大价钱买一个好眼镜，我就去看了。看了之后，不是你知道吗？我一进去，那个售货员立马把我拉到那个900块钱进价那个地方，然后带我看嘛。但是我就是你知道，虽然心里很痛苦，但是我就故意说，我说这边都不太好看，我觉得200块钱那边挺好看的，我就去看200块钱的镜框了。我想是哇塞，好开心，又省了一笔钱，然后买个200多块钱的眼镜，然后我就去结账嘛。结账他跟我说，你镜片要不要做一个升级？说升级之后镜片会非常薄，然后还有可以蓝光啊、防蓝光啊之类这些东西。我说哎，听着挺好的，那要不你给我加一下吧？因为我想他都这么好心了，我就答应了吧。结果他就给我加了800块钱，我就。主要是他没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？他直接问我你怎么付款，我说那微信嘛，直接一扫，扫完之后发现800，我就拉他，我就说这个眼镜可以退吗？他就说，这个嘛，就是你要修是可以给你修，但是退是不可以退的。我觉得他是对我有些什么误解，我明明就是一个学生，他给我拉到那么贵的地方去买眼镜。不过我相信这个800块钱眼镜一定会让我眼睛变得非常的好吧。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佳珊，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头号新闻公演，谢谢大家。耶！陌生你的小铁道，小猪佩奇我们要，小章鱼好好玩，不要忘了发自拍。谢谢。佳珊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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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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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要说最近一次购物经历嘛，那其实是昨天晚上和于佳怡、小文还有张怡，我们出去买衣服了。然后想着就是马上要去香港了嘛，就买一点机场时尚的衣服。然后买完衣服之后呢，我们就在逛逛街嘛。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哆啦 A 梦，然后我就拉着那个哆啦 A 梦，我说让张怡和于佳怡给我买，然后他们两个就不给我买。然后张怡就说等到香港的时候再给我买一个更好看的哆啦 A 梦，希望大家能够监督他。然后如果他不给我买，他就是大猪蹄子，就是这样。谢谢。耶。好，下面有请这一排的小伙伴来说 MC。 耶，对，充满爱的魔法。
Oh my little Luna。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林楠，大家可以叫我 Luna。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公演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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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要说购物经历嘛，就是最近的话没有什么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购物经历，但是以前有，那我就说我以前的吧。就在我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我刚刚来到上海这个大城市的时候，就是来中省，就是最后最后来中省的时候，然后我是自己一个人来的。然后我来了以后，因为中省的地方就是离市中心就刚好可能在市中心那一块，然后我就去了一下就是上海最有名的景点叫南京东路，然后我就去了那里，然后我就去逛了一下。突然呢，就我当时就是那个懵懂无知的那种懵懂无知女孩的形象，然后我就在南京东路上面逛，然后突然就有一个个子很大的一个男的然后就迎上来，他跟我说，你知道吗小姑娘，我是这里最有名的发型师，你要不要做个头发？然后他就我就很害怕，但是他又说的自己很有名，就感觉我也在那个南京路步行街，对吧？对对对，他就死拖着你，你很漂亮，我一定要给你做个造型。对对对，就是他是把自己说的很有名，就感觉他追我快100米，然后他就怎么甩都甩不开。对对对，就是那就可能我们说是同一个人，然后我就很害怕，但是想说哎，明天要终审，要去做个发型嘛，然后我就去了，去做了我最人生中真的是就是侮辱我极其侮辱我智商的一件事情。他给我做了什么发型呢？他给我洗了个头，要了我1800，然后我真的那是我当时身上所有的现金，我真的被骗惨了。然后就我就很难过嘛，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就是当时就我给了，就。就真的很难过。你是还缺洗头的吗？在哪里？你带我去找。我真的很痛苦那个时候，因为我又说我又怕说我自己一个人，然后又不安全啊什么，就是说就给了以后，然后这也就算了。然后后来4年之后，我前段时间去南京东路又遇到了同样一个人，他又上来跟我说，小姑娘你知道吗，我是这个地方最好的发型师。然后我就说你还没死啊，但是他好像已经就很生气，真的很生气。然后知道我当时是多么纯洁善良，来上海的时候就相信世界上每一个人，然后就这样子被坑了，然后就很生气。然后就说完以后，他可能已经忘记我了，对，他应该已经忘记我，因为就是已经变化很大了嘛。然后我就瞪了他一眼，我就走了，因为也没拿不出什么证据的，毕竟那么久。然后但是心里还是蛮解气的，然后就大概就是这样，希望大家不要学我。对，谢谢。耶、yeah.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酷酷喵，请大家跟我一起说、oh. 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，小杨卓，很感谢大家来看我的公演。耶、yeah.谢谢谢谢小绵羊，谢谢。那就不用说了，没有了，开玩笑。他说小绵羊真好看，你挺会接啊，就是没有节奏。谢谢。对，最近的购物经历其实没有什么，最近总是执着于那种染发系列的产品，比如说就是那种染发片啊，还有就是因为就是之后要准备一些活动嘛，所以就要打扮自己。你今天接了几层发片，徐阳一卓？诚实的告诉大家，就只有2层。2层。对，其实是就这样看起来会发量很多，然后脸就会看起来比较小，告诉女孩子们。然后我记得我就是曾经最好的一次待遇，就是花钱花的最实惠的一次，就是也是在我出道前，就是大家说要设计签名嘛，然后我也是在南京东路的地摊上面20块钱买了一个签名，然后我现在签到1317个了，然后签到了今天。你都有数吗？对。哇，好厉害。我是有加编号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
地摊说不定也有好货，大家可以去淘一淘这样子。就是南京东路的不同命运，真的很不同。谢谢大家，耶、yeah. yeah. ！正源、同源、半源还有费庆源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TeamH2 的费庆源，谢谢大家来看头号新闻公演，谢谢大家，耶、yeah. ！费庆源，谢谢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然后关于最近的购物经历，其实最近好像没有买什么东西，因为要去香港了嘛，所以想要存一波血。然后但是有做很多功课，我觉得女生应该出门旅游之前都会准备好就是要去买点什么吧。然后像我就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护肤品啊、化妆品这种，还有一个最近买的东西的话，应该是，因为前一阵子我们去了那个新浪的粉丝嘉年华嘛，就是在那个北京，然后我去到那边晚上，我不是想要晚上吃东西啊，我只是太执着于那个烤冷面了，然后。聪聪呢就也很想吃，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点了个烤冷面，天哪，太好吃了。就在上海我就没有吃哦，在徐艺人的手上我吃到过这么好吃的烤冷面，对的。所以我觉得最近最值的购物经历应该就是那一份北京的烤冷面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、yeah. 不管晴天雨天都要带上雨伞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TeamH2 的宋雨珊，谢谢。谢谢。说到那个最近的购物经历，就是非要说到最近的话，我的购物经历应该就是在一个游戏软件上面买了那个鲜花。就是我也买了，莫非是传说中啊某光游戏，就是你买到了鲜花，你就买到了继续游戏的资格，是吧？对，没错，而且你还可以直接通关。嗯，那要看你买多少鲜花。嗯，我觉得是值的。嗯，因为它很吸引人。对，你们有玩吗？就是反正就我小时候玩，买完很爽。好，就是这样，谢谢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精彩的 UNIT 曲吧。挑战在等待，乌云的宇宙一定会有
只会的魔法，一起去看这家，你想我过家。
Thank you.
过去。障碍如何太建议你看这样行不行，炸弹再加上眼睛，公布声多么带劲，就像一首进行曲，有好多种乐器，我就是一个指挥家，让这演奏更好听。学我吧，一切都炸开，不要总是我胡来，我只是喜欢精彩，谁让我不明白理由后悔，别总是一直一待，人生要保持愉快，你听着风风声多么澎湃，比较些唧唧歪歪，我更爱痛痛快快，这样算什么姿态，才开始把我这样耀眼的存在。太坚硬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，炸弹再加上引擎，蹦不声多么带劲，就像一首进行曲，有好多种乐器，我就是一个指挥家，让这演奏更好听。我看太多不开心，都因为无你本心，来学我吧，一切都炸开，学我把一切都炸开，不要总是我胡来，我只是喜欢精彩，谁让我不明白理由后悔，别总是一直一待，人生要保持愉快，你听着风风声多么澎湃，比较些唧唧歪歪，我更爱痛痛快快，这样算什么姿态，才开始把我这样耀眼的存在。
家欣赏了那么多的 UNIT 的曲，觉得开心吗？哦，开心。好了，我们今天 MC 二话题就是，你除了做偶像之外，还想做点什么？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哎。我小时候说对，小时候就有好多梦想。对，我小时候第一个想当的是医生，因为我觉得医生就穿得很漂亮。啊，你是因为这个？不是因为救死扶伤吗？就是小时候老师都说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穿得很漂亮的救死扶伤的那种。是什么的？白衣天使。兽医吗？嗯，也是兽医还是我不想救你不会就只是长得好看。嗯，对，还有我还想当那个宇航员，因为我想上天当窜天猴呀也能上天。还有我还想当什么来着，什么军人吗？嗯，我不想当军人。不想当。嗯，因为我觉得要离开父母很久，虽然我好像觉得要上天好像也要走蛮久的。我想想还要当什么来着。我还想做甜点师，因为觉得自己做甜点的话很有趣。哇，就小时候在家里捣鼓了很多乱七八糟都没有成功过，但我现在都成功了。那你现在有啥梦想呢？你有啥梦想？现在梦想就是做一个好偶像。哇塞，这个真的很不错。戚雨珠呢？我觉得你这个人看起来就像有很多那种有远大的志愿。对，有远大志愿这种感觉。我小时候想过我未来要干什么，当时喜欢的好像就只有我想当空姐。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姐好看啊。哦，是吧？又是因为漂亮。好漂亮是不是？而且就是很有气质的那种。但你知道空姐其实要就是给人家端茶送水然后打扫马桶吗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哪有打扫马桶啊？要的吧，要的吧，要的。对啊，要的。而且好像会受很多委屈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对啊，人家就可能不理解你为什么延误什么的。对啊，而且还有是就那种很对很辛苦的其实。你现在还想当空姐吗？不想也当不了。当得了的呀，其实。你要想当也是可以。难啊！就你周末去当啊。这种可以兼职的吗？应该他是当偶像当兼职，我们不可以。你看他们又懂了，他们推的人当路空姐。哇塞，那蒋诗婷呢？你想有什么？我小时候想当就是明星，就不是这种舞台的明星，就是更大的舞台的明星。啊。然后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就沦落到这了。什么叫沦落？你看不起我们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没有，我小时候想当明星，想当老师。但你要想想，同一个舞台有别的是明星，你为什么不是？什么意思？明星不都是舞台上吗？还有那种街头艺术的。对啊，就是从各个小舞台上出来的也有啊。主要还靠你自己，蒋诗婷。对。然后我还想，这个明星不是我最想当的，我们最想当的还是个老师，因为曾经有人说，我小时候最不喜欢当老师了。因为你知道吗，有一次很尴尬，我在前面和同学聊天，我在上楼梯，我说我长大以后千万不要当老师，当老师太讨人厌了，现在老师我没有一个喜欢的。然后我们的班主任就跟在我后面一直听着，我好尴尬。那当老师挺好的，首先他有周末，然后暑假寒假，对吧？哦，对啊，你又知道了。然后啊，真的有些是有的，其实是有的呀，因为哎，管他呢，反正相对来说假期还是多的，对吧？寒假暑假都出去。然后又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资质，就当老师资质，聪明。你有啥资质？然后讲话，你教点啥呢？你能教点啥？就是能把人讲懂，是真的，我能把人讲懂。那你给我讲一下吧。是什么？你讲不懂，你有点笨。就是我真的能把人讲懂，然后我就有这个资质。然后后来就来到了当偶像了，然后也就这个梦想也就破灭。那你现在还小，当偶像是多少人别人的梦想，你能搭上这个舞台，对不 对,、哎、对, 对, 对, 对，你这样想想就觉得很厉害了。那你呢？我呀，啊，我小时候梦想可多了。我小时候想当兵。我觉得为什么？我觉得贼酷，尤其是就是我之前本来以为当兵就只能上战场那种天天训练，后来看到有那种文艺兵，你知道不是看着电影嘛，就发现有文艺兵给他们到处跳舞唱歌那样的，然后待遇也很好嘛，然后就这样。然后之前，然后就是前段时间我想当老师嘛，虽然别人都说我脑子有点问题，但是我就是有点想当老师，尤其是当舞蹈老师。哪种老师？女团的舞蹈老师。女团。就是真的，我觉得我最近在这个团里面，我觉得我在积累经验，你知道吗？
我觉得我在积累当女团舞蹈老师经验。我觉得你可以了，你出师了已经。以后我可以出去自己开个女团当舞蹈老师。对对对，自己开女团。然后发现学生都是一群。就是我跟你讲，要从小培养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种这么小的小孩给他拉去做女团，绝对能火。就这么小的小孩，我就要打败他们，你知道吗？小银星，哎不，我要把他们招揽去，毕竟都是以后那个什么新兴后代，对吧？这么说，那也不一定，万一长坏了。对，也是，就是哎，说到别的梦想的话，我觉得，我。我小时候也想当明星。你也想当明星？对，然后现在觉得不想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现在不是明星吗？我觉得我想转幕后了。啊，天哪，想转幕后？你现在种种的这个反应推测出你立刻想去当一个舞蹈老师了，是怎么回事？不，但是我现在站在这个台上，我还是就是比较喜欢在台上这种感觉。我觉得等我到了年龄，我就去当老师了。那你到年龄还有，我掐指一算啊，你还有30多年了吧？对自己的容貌很自信啊？对对对对对，我要在这个舞台上待到我人老珠黄，差不多。而且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就不想当明星，我看的就微博明星一天到晚被人骂，我觉得好可怜，太苦了，一天到晚被人骂，也是，对吧？就觉得好可怜啊！我小时候还想当那个动物园的那个饲养员啊，我想养什么？因为我小时候去春游而秋游的时候，去动物园玩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如果我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些动物就好了，只不过我嫌他们有点臭。动物园确实是有点味道什么的，但跟小动物一起玩还蛮好玩的。对。小春天，你还有什么梦想？没有了。好啊，你现在没有梦想的人，你现在还得想。对啊，他这么年轻就已经没有了梦想，失去梦想的咸鱼。我想好好做偶像。好，真假的？对。哎，不行，等等，你再说一点吧。真的假的？给他录下来，给蒋春天录下来。啊。每天早上起床播放100遍。我怎么你不相信我啊？哎，有个问题，为什么就亮一个灯啊？这个灯怪不得我一直没看到。对，我还看在这边，我一直说不行，你不能讲，你不能走。我一直看着这边，我都没有看到他。啊，好，那我们俩继续讲solo。哎，那么是可以走还是不可以走？应该可以走了，应该是可以走了，我觉得。好，那么请大家接下来欣赏精彩的公演吧。耶。总是惊讶我的梦，别怪伦敦三月的风，鲜红血红猩红藏在最亲密的口舌之中，一般庸人心就骚动，心像裂缝，就像火种点燃惶恐，表演着关心你的面容，掩饰不留痕的刀锋，所有甜言蜜语就像利爪藏进指缝之中，是谁在逼我不宽容？所谓任性深渊万种，谁比谁懂？放心，我和你一条心，千万别恐惧，baby， 把心交给了你。
色冒着前行，面目模糊不清，身后依稀还是刀光剑影。我平时花的那么多好的关键不
看被发现了。祝 ID 维维和小生在现场吗？不在，那么祝生日快乐，谢谢。Yeah. 还有一个 ID 为大黄蜂在现场吗？不在，好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。Yeah. 没有啦。好，那么今天下来的环节是什么嘞？动呀。其实我刚刚已经看到了。是什么？盲人摸象。游戏啊，蒙眼摸脸认队友，不是怎么升级了？之前摸手，现在直接摸脸了，以后还会摸哪儿呀？哎，想摸你也没有啊，我没说什么呀。对啊，很好摸呀。对啊，大家脸都差不多呀。啊，就不一样才好摸呀。对，那而且只能摸脸，不能摸到头发什么部分。啊，这样啊，对，也是差别挺大的，有些地方。那不就只能看谁肉多了吗？这个很残忍。捉着呀。哦，机智。好，我们哎，怎么蒙？我们一个人摸两个吧，猜两个出来。自己闭眼就好，自觉一点。对，要闭眼是。对，从哪个？好，一个人摸俩，来吧，来吧。好，就你开始吧。那个不讲话，大高个。啊，那怎么摸啊？你先闭眼啊。闭上眼。就是要有那种转过去。对，要有自觉。来，我们选两个人派过去给他摸。石头剪刀布吧。还要石头剪刀布？有没有自愿的？好，你呀。我不愿。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啊，你们俩赢了。我们俩赢了。好，就你们俩了。啊？对，就是你们两个。嗯，对，就是你们两个。哦，你们两个。啊，我不要。你好，真的不是我。你要对我轻一点，你不要摸到我的嘴巴。所以说人呢？哦哦，这。对，有刘海，然后这个脸有点肉啊。谁呢？佳恩吗？佳恩吗？猜对了。哎，真的吗？哎，还想再摸他一下吗？还有一个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可以摸皮肤。这怎么摸得出来呢？真是。还有谁？沈墨阳。哇！我居然猜对了。你怎么摸出来的？对，最近比较。等一下看，你看唇上还有多少粉。这是怎么摸出来的？没有。你把我粉给我蹭没了。是吗？补一补。那我来了，我下一个来。你下一个啊？对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再来一次吧。石头剪。有自愿的吗？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。哎，该你。哎，啥？哦，他走。石头剪刀。这是一个变相卸妆的游戏。好了吗？观众反应让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哎，人呢？等一下，哎，人呢？哎，人呢？啊，这里我没仔细摸，再来一次。这个脸挺小的，不是吗？气猪，等一下，谢谢，变相受了夸奖，还是不错的。啊，好，下一个，还有第一个还没摸到的，我已经第一个再来一遍，第一个不是许阳吗？刚才我睁眼看到了。在哪？人家粉被你蹭掉哎！不是我闭着眼睛。哎，这个高度有点矮啊。我想想，那肯定就不是这两个。我看看这个，那这个脖子有点短。不能摸太多。
难道是沈梦瑶？啊，猜错了，两个都猜错了。哎呀，是证明我被摸了好久，领域并不是很擅长。对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下面就由这个领域，这个领域的精英我来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人家不，人家不，人家不，不是不是，是有多不想给我摸呀？人家不，好了，说一声呗。好吧，看来只有我去了。好冷，好冷。这是谁呀？温热的鼻息。你谁呀？怎么跟？脸是圆的啊，好痛啊，皮肤挺有弹性啊，林楠好看。我觉得是，哎，你是那个谁对吧？嗯，那个齐雨珠。哇，哦，这怎么认出来的？是真假的，看的真是惊艳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么矮吗？你哪位？哇，这个肩，这个肩，这个一摸就是那个沈梦瑶。哇哇，你也太厉害了！哇，你看最近沈梦瑶瘦的肉都没了，一摸就是。哇哇，再来！哇塞，你们好厉害！掌声在哪里？哇！我也感觉自己可以去，你想摸吗？跳单我也想摸。好，那你摸一个。那我来。哎，别摸太多了。你们这些人，小心把你们赶出去。哎，我好像摸到假睫毛，在我印象中假睫毛就是记住，哎，记住，啊，我没有假睫毛，啊，那你睫毛怎么这么密啊？那你是大众脸啊？哦，再来，再来一次。手感怎么样？形容一下。这个没下巴呀。啊，八成都是许阳吗？不行，我觉得我还要去再确认一下，许阳也不是没有这么没有啊。哎，这真的没有啊，许阳不是有的吗？这不是许阳呀。你摸一下假睫毛有没有？哎，这个应该是真的，我觉得。那我再摸一下哪儿呢？摸一下嘴。他咋还咬人呢？这你可以摸一下他头发的稀疏或者是浓密情况。哎，我摸到耳朵，没有耳垂，耳垂很小。哎，这个人没有福气哦。会是谁呢？不是啊，又没有下巴，又没有耳垂，这王毅是王毅。哎，你怎么不参与中演了呢？猜不到，猜不到，他可能不敢把他想象的说出是我的名字。不是，好惨，人家评价了一分，然后没有结果，好惨，他说我，还是谁没有摸的？来吧，还是谁没摸？还是谁没摸？你觉得你对这个游戏擅长吗？我不擅长，我没有摸过你们。难度大一点，好了，想摸谁？可以了，往前走。哎，形状，摸摸鼻子。哎，这好难摸啊！你是不是已经猜到了？想多摸一会儿？许阳吗？你可以再猜一次，再。啊，我就觉得是许阳。你可以，不是许阳吗？不是吗？
啊，不是许阳，我以为是许阳。你摸出来了像许阳，我好高兴哦。你摸出来了什么特征呢？你都，哎，你啥也没摸到，就感觉一坨脸。你刚还说我下没有下巴，你有吗？我你有吗？我有。来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啊，对呀、啊。是谁这么主动？这个人对你有意思。不行，我啥也摸不出来。摸了一手油。江山吗？我一手油吗？在你眼里。那说明你谁是谁啊？是你们俩。我啥也摸不出来，真的。你们怎么一手油？哎，我们太弱了。我可以选择摸腿吗？不可以。哎呀，今天没查润果然。我没刮腿毛。那好吧，那我还是摸脸吧。好了吗？这个皮肤不是很好啊。李佳恩，李佳恩是吗？哦，为什么我这么年轻怎么会皮肤不 好？下一个，我自己寻觅我要摸的对象。哎哎哎呦，不要跑。嘿，这个很嫩。这是谁呀、啊？这个不应该是王毅，王毅没这么胖。记住。好吧。好难过。对，没关系。It's okay。冷静。没有关系。来了。他没了。你摸了吗？没了。还有什么有没有摸？什么样也要上手了。来呀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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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、啊啊！我突然有点害怕。我好，小心小心。什么样一睁眼发现大家都下台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！有点不好意思。什么呀？你怎么这样？挡着镜头。脸挺小的，挺可爱的，应该挺年轻的。台上最年轻的是谁？我摸了啊。什么样？你这样太久了。肯定不是许阳。江山吗？哇！妈妈。啊，你刚说他年纪小。对啊。谁的脸小呀、啊？他不是你不是00年的吗？对啊，我是02年的。好羡慕、哦。再摸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这个年纪不小。这皮肤可白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人嘴巴呢？你觉得刚刚的手感好，还是这个手感好？刚刚的手感。哦，这有点。你觉得刚刚的脸小，还是这个脸小？哇，这个好小啊！怎么突然？哇塞，这是伪装的。这是猪。好高的猪！你觉得刚刚的年轻还是这个年轻？凭你的手感回答。刚刚。哎呦，我觉得你好像在菜市场挑肉啊！我这么久，他脸有点紧致，然后也不长痘。哎，终于找到我想要的猪头肉了。来两斤。佳恩吗？哇哇！你摸好久，我等会儿下去补粉啊！我天哪，李佳恩迅速脸色变灰。我的佳恩还蛮好摸的，因为他脸特别小。对，沈梦瑶也可好摸了，因为他就是脸没有肉，特别瘦。对，我摸出沈梦瑶就是他这里是尖的，特别尖。你们好厉害，我啥也摸不出来。对，真的谁也没摸对，太难。好，
我们下去补粉吧。啊！掉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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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粉了。走吧，来听，来请下一组小伙伴。我觉得我们这个 NC 太好摸了。下一个啊？为什么？一摸就能认出谁是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比较大一点的就是张欣是吗？这很好摸啊，就身高也能认出来啊。对，蹲着啊，大家都蹲着。那就蹲着只摸脸。换个部位，你想摸哪儿啊？你想说啥？人家就想说手而已。哦，摸手。那手已经摸过了。对，手摸过了。哎，摸腿吧。啊，不要不要不要。摸腿，那我太好认。摸腿啊。我们摸屁股吧。我觉得不好吧。不，那我们有点太直接了。我们的那个，我们这一组 MC 话题可以先给我们呈现一下吗？嗨，控台。嗨。我知道，我们这一组的 MC 话题本来是什 么倒着说歌名，但是具体为什么什么歌名啊？哦。对指定成员说一个歌名，对方要在6秒内倒着说完，输的人被弹额头。你们觉得哪个更好讲呢？原本第一个好一点吗？我觉得还是摸大腿吧。不要不要，怎么变成摸大腿了呢？我说了摸屁股啊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别逃啊！可是这个也很好认出来啊。不啊。不吗？对啊。可是感觉有点怪怪的，就怎么样不那个地方感觉不太好。别说了，我也觉得，对吧？哦，那我们就说歌名吧。摸大腿吧。大腿这怎么摸呢？就这么摸啊。这叫小腿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摸小腿。来吧，这么快吗？谁第一个？蒋舒婷，你来吧，第一个。我先摸吧。对，给你先摸。来，我们我你先闭上眼睛。我拒绝被摸。行行，那你们捣乱吧。好好，你先把眼睛闭上。你站前面吧，你站前面。我。OK， 来。好啊。好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第一个。不，我们就随便选一个地方让他摸。他得坐下。哦，你得坐下。你坐，我们随便选一个地方。对对对对。跪得好。来。我靠！摸。哦哦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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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？怎么了？来，没事，你摸。把你的手伸向这里。不是我，哎呦，东西啊！东西。来，是哪姑娘这么害羞？手指感怎么样？不是，你让我摸到你的肌肤好不好？快点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不是他谁啊？哦，你不能说。哎呀，快点让我摸，不然游戏结束不了。哎，你小视频到底摸不摸了？小腿，你好，你闭嘴。啊，你说话了。哎，这游戏根本玩不了。哎，不然我来摸吧。好，你来摸，来。我超会摸的，我。你是不是经常？来来来来来。就不要大家不要闪躲好吗？哎，快点啊！快点！哎，快一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没事，摸吧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哎，哦哦，哎，佩琴，他是在夸你，这可能是阿星被黑的最惨。啊，没有阿星。
觉得我要回去减肥了。来来，继续啊，我一个一个摸，我来摸。哎呀，好吧。哎，你们干嘛呀？不要这么害羞啊！又不是没有。太甜了，太甜了。石头剪刀布，来啊！石头剪刀布，好险！快，飞行员上。这个手臂有点壮实，这是个肌肉人。不要躲，这是哪儿啊？这谁啊？有点粗。哥哦，好细哦。好，哇，没什么摸脸吧？我觉得我们用了几分钟来就确定了这个话题真的没什么，还是摸的。对，我也觉得摸脸吧，摸脸快，好玩一点。对，我们就摸脸吧。但是我大家不要把粉摸掉，好不好？摸脸是吧？来，我超会摸。你又来了？对，你怎么那么会？来，快。摸脸是吧？好，第一个，自己对上来啊！张欣，哇，好厉害！你怎么做到的？来，我决定我全中，你们信不信？我不信。快点！飞旋上，杨慧婷。原来蒋舒婷跟费承元都跟杨慧婷很像。好的，这个就是今天最完美的总结，谢谢大家。来，请欣赏后面的公演曲，谢谢。
皲裂破碎的大地，蔓延遍地的荆棘，最重要的东西它到底在哪里？还有谁能想到是你？
Thank you.
样接受最终沉默的离开。你是我的无可取代，我不要这样就失去你的依赖。如果时光能够重来，我一定用尽力气去你转更改那个没有你的未来。
Hello。接下来请欣赏这首歌曲《Honor》。我的。
却感觉有很远距离，看不见的默契，却还能自由呼吸。我们靠着把戏作弊，感受着重力的共鸣，忽然间真心分一点到不需言语。工作人员的指示，依次于我们机长，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